可以送了是不是？来，准备好了，可以送了，家人们。什么东西啊？来，倒计时十秒钟，我们一起数。十、九，家人们，很期待啊！这个礼物我都很想看。七，你没看到吗？我能让给我看吗？六，我不知道他给你送什么。五，家人们，阿梅哥等不及了。家人们，公屏上打阿梅漂亮啊！阿梅几点？阿梅，我跟你说，今天、哎、你们数快，今天公屏上全部都是打漂亮两个字的。不是你们数快一点吗？四三二，哎呀，华飞哥，你直接给我看吗？三，不等一下，二，一，来，让大家一起看。噔噔噔噔，什么？今天不给你看。今天刚才猜对的，郭不是啊？啊，猜对了的人啊，郭不是扣扣一啊。今天有很多人都已经猜对了的。太机智了，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手表，这虽然不贵，就几千块钱，但是这个手表我觉得特别的好看，一个啊，我觉得真的，这是挺好看的。阿梅戴起来的话，应该是挺好看的。好看啊，一个手表。你这个是哇，好羡慕啊。好不好看？来，直播间家人们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来。行。这是送给我的、啊。对，这个帅哥选女朋友的眼光不仅是女朋友眼光好。来，这个店长都已经很佩服了，来。真的是。哇，是你这个也。戴上。这是银子还是？哇，你这是树叶。哇，这艺术品啊，这。啊，这个是树叶的时候弄的，我的手。天哪。哦，你看家人们，你看俺们树叶的时候，这手上还留了籽呢。我被看见了，我戴上没有？好不好看？哇，家人们真的，你别动，挺好看的。哦，家人们你们看，这全是真的是艺术品啊！王飞哥，你这个东西从哪里整过来的啊？这个你们就不要管了啊！然后把这个盒子你收好，那个什么证书还有这个保险维修单全部都在里面啊！保修单都在里面，哇，太漂亮了，都好羡慕啊！没有他，准备家人们啊！这个不是什么高端的品牌，它就是一个首饰品，然后就是搭配衣服穿的一个首饰品，但是我觉得东西不在于贵啊、在于喜欢，在于合适就好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好看，家人们。啊？那是王飞哥。啊？什么都没有给你准备。今天那么高兴，再给小姐姐买一件衣服吗？不，什么意思、啊？这也是关门生意了。好、啊，这个是一个手。我今天一个，哇，这家人们，这个老板娘有点得寸进尺了。我给她买了那么多，她还让我推荐。试一下，好。你看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好意思说不买吗？搭这个小姐姐手上的手表，这老板会做生意啊，家人们。这老板今天会做生意呢。他们今天哇哇学校，你屌是不是？这个是，你看吧，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，富贵了。哇，这个屌好不好看？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好看的咱们就买，你们说不好看的咱们就不买了。来，这大好不好看？好看的打个好看来。我这个也好舒服，摸着。啊，刚刚你不是说好看的打个好看来？一点吗？这款长款一点的，对。屌，有钱人穿的衣服啊！而且它这个是不会掉毛的，不会掉毛的。啊，不会掉的啊！对，富贵贵贵妇，我不是怎么说呢？织毛一体的，怎么这个是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也是要2000多。跟刚才那个一样，对不对？稍微便宜一点点。就便宜一点点。便宜多少？价格。就是几十块钱的差价，啊、那真的就是一样的吗？那打完折下来也是1299，是不是？对，好看，但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你充了会员嘛，啊，打6折，富婆有钱人穿的，没事，你值，阿梅她很重要，阿梅她很值，对不对？买不买？那你买。哇，真的吗？买怎么不买？好的，我给你包起来。你这样子，不是，我再给你买10件这个。哦好，然后这10件给我直播间家人，1200，打我纸下来1299是不是？就还是剩下的你来贴是吧？我给他们299，剩下的我来贴。嗯好，准备好就10件，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穿这种，有没有喜欢穿这种女貂的？然后你们喜欢穿的我都的上不了就。哎呀，10件太抠门了，就直接上30件嘛，上30件，谁抢到谁的，准备好，就30件啊，来，3299，你们自己付款，1000我帮你们垫，2，这个你也299啊，没事，你不管，特别的舒服，也是很轻松的一个，1，开始。
贵妇级别才穿得起这种啊。我怎么感觉我要变成天鹅了，王菲哥？而且是天鹅。我跟你说过啊，我今天表白的时候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一切都我来照顾，然后我肯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啊！哇！来，就下面这个雕啊，我教大家怎么抢，就只有三十件啊，就我自己给你们上的，我手机哪里去了？来啊，我就教一遍。下边点开这个小黄车，看到没有？我很暖和啊。杰哥，你不会又想要了？点开这个小滑车，点开这个去抢购，然后还是尺码还是像刚才一样啊，XL 九十这个90G到110G，还有110G到115G，115G到130G，130G到145G，145G到那个165G 啊，都能看到没有？都可以的啊，总共只有三十件来。这个你可以戴一个帽子，哦，戴个帽子，可以戴帽子了吗？可以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怎么了？没有了，就三十件抢完了。哎，小小，刚才这个雕，又小小啊？你张大小姐的吗？你们啊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小小是我们公司最大股东家的女儿，而且是个独生女，他们家不差钱的啊，他们家不差钱的。然后刚才这个貂的话啊，这个貂它也是可以20-30岁都能穿起来都好看。对对对，这个像就是奶奶一样的年纪也可以穿的。哦，这个哪怕50-60岁都能穿，反正穿起来就是高端大气。就是一看勾鼻上，勾鼻上“小小大气”那四个字你们忘了吗？“小小大气”四个字打在勾鼻上呢。然后我给大家送了30件啊，给大家安排了30件，然后现在再让小小给大家安排30件啊，公屏上小小大气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可以，299，准备好，三、二，是，他说他要试一下能穿吗？杰克你能穿吗？小了点吧，一，有大一点，有大，有了没有？来。你们抢到了的，公屏上小小大气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！这个是女装的，人家这个女装的，你不要抄了。这个貂是女装的。哇，真的！来啊，就下班小黄车啊，小小给大家准备了30件啊，有没有190G 的？有，你们自己点击选，我给大家，我最后再教一遍大家啊。让小小试一下。来，我最后再教一遍大家。点开这个黄色的小黄车，点开这个去抢购，然后这里就可以选，看到没有？选好了之后你再购买啊，90G 到110G，110G 到115G，115G 到113G，130G 到145G，145G 到165G，看到没有？你们点好选好自己这些啊，再购买。最后五单啊，最后五单抢完了就没有了。你们和都说王菲大气，没事没事啊，今天特别的高兴，真的，没有你们的话，可能阿美我们两个也不会走到一起。然后这一路上你们也见证了很多的点点滴滴。然后，哎，老板，今天呢，他们在我直播间抢的这些，我就一会儿回去了，把那个订单发给你，可以，订单发给你，然后你按照订单发货。好的好的，嗯，行，那其他的你钱是我是刚才你朋友那件也不要忘了啊，那个你钱的话我一会儿现在就给你结，嗯，好，结完了啊，结完了我们再走，好，但是订单的话你明天下午2点之前全部给他们发完啊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，好好，反正你这里没有的你就让厂家发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好的，行，那没有了啊，行，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就带你去吃点啊，然后呢，直播间家人们，手表也送了，衣服也买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啥？肚子有点饿了。肚子有点饿了。那去吃饭。宰你大顿。宰我还不够大呢，我靠，都宰了我好几顿了。他们想吃什么？走走走，那。
最想吃的。你想吃什么？来，阿美。什么贵？你想的什么贵的？我们去吃海鲜，看会不会。刚才你们抢到的那些各级说一遍啊，明天下午两点之前绝对给你们发完啊。安姐，你明天下午两点之前亲自过来。厂家明天绝对能发货啊！反正过来看一下啊，已经发足了，就跟我说一声啊。好的。嗯，行。杰哥，把你那件一起拿着呀。哦，对，不能忘了我这一件啊。老板有没有接到？王姐，我都要拆了。啊，有的有的。吊牌拆了是不是？那我就剪了啊。你穿这个吗？要不然就。他这个啊，费总，我剪了。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阿美的这个也剪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哇，谢谢王飞哥，谢谢阿梅，谢谢王。什么七一个呢？遇到这样的男朋友，我们好羡慕、啊。阿梅，直播间家人们都说让我们七一个，这个不好吧？你看那么多人在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肯定没有的。真的，你看一下，一个来。来，那你拿着手机去外面、跟他们聊着，我这边跟老板结账啊。好的，可以。那我们收银台。嗯，好。你算一下，总共刚才全部一起下来多少钱？好，来。报一个哦，原来是报。外面等着你们吗？嗯。好。走吧。请客。慢点哦。哇，这个哎，感觉这个都不冷了。帽子啊？帽子。哦，帽子，帽子呢？拆了哦。嗯、这个衣服帽子他们弄了。好、哦，他们在二楼，我们在这里跟你们聊一下。哎呀，什么抱一个家们？这么多人，怎么可以随便抱一个呢？对吧？这么多人。哎呀，这么多人，太尴尬了。抱一个啊，抱一个。啊、哦，今天还是来里面吧，里面等他们。嗯、是我跟小小抱一个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我跟小小抱一个？啊，我跟小小抱一个吗？可以。东西拿好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，哎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都没有不知道了的。你们看，王菲好像发了视频是吧？嗯。她给我表白的时候，我当时没有想。走。啊。走。不是去职业校吗？走啊。走。行，那直播间家人们啊，我这边我就先下播了，我外面有点冷，然后我手机也快没电了，然后我就先下播了，我先带阿美他们去吃夜宵，然后明天晚上以后咱们的直播改到八点，不要改到八点半太晚了啊。今天很多人都说王菲直播太晚了，八点半你们很多人都睡着了，以后咱们的直播改到晚上八点啊。那我们明天晚上八点不见不散。拜拜，家人们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先带他们去吃夜宵啊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啊！以后咱们明天晚上的直播就改成八点啊。拜拜。